香哥，这是我爸妈给我买的18岁生日礼物，20斤的大十八，今天来找你打个窝。小朋友，这明明是鲶鱼，好不好？你当我没念过书吗？管它什么鱼，打窝就对了。那后面这个水哥算你3500，不接受还价，可以吧？算了算了，拿回去补身子吧。不要，给你便宜500，3000块钱一口价，不接受还价，最低价了，好不好？打窝。哇，小朋友，你爸妈有多爱你啊？这鱼都臭了。哇。一人一半哈，好，打窝，1、2、3，进去吧。走，回家。3天后，阿夏，你快点，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今天会不会发财。来了，吹什么吹？我能不能在小小年纪就走上人生巅峰，就看你了。废话那么多干嘛？烂都快打上来了。来了，这什么鱼？哦，南瓜子，这一斤50。来了，大真鲷。这个有15斤啊，这一斤40。哇，好多大鱼。哇，来了，这个是大，这个有15斤啊，1斤100，进去吧。哎呦，这什么鱼啊？硬的，哇、哦，这个跟恐龙同时代的蓝血生物啊，2亿年前的，这个是保护生物啊，要赶紧给它放生掉，不然的话你要牢底坐穿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这中心斑，2-3斤啊，这一斤200。又来一只，大龙胆。哦，好，这是15斤了，这刚刚那只15斤应该是一对兄弟啊，这1斤100。进去，哇！你看，这里，哦，还进，1斤50。燕子螺，黄金蛋，哦，1斤50。南瓜子，1斤60。哇，有一只鳗鱼哦，小心啊，不要被咬掉，鳗鱼先给它抓进去。哇，不好抓，小朋友，爸爸抓一下尾巴。啊，哇，这个1斤50，2-3斤了，不收。海蛎，10条，进去吧。这个1斤150，这个1斤50，价格差很多啊，差100块钱。还有鲨鱼啊，哇，这金鱼期，这1斤150。香哥，让我来，让我自己我来抓。哇，香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猫鲨，1斤多少钱啊？150。哇，这是要发了，哎，这是可以的，上规则的，2两以上包工。哇，你发财了！哇，有2个黄金螺，这斤多少钱啊？1斤200。哦，这是要发了。小弟，你这是至少鱼货可以卖5000，卖不到5000来找向哥，向哥补给你，好不好？哇，向哥，这里还有一头啊！什么鱼啊？这是我也不知道啊。石斑鱼，1斤100，扔进去。发财了。今天的鱼货很多哈、哦，至少有50斤了。这大石斑、海蛎、真鲷，还有这个恐龙同时代的蓝血生物。香哥，等等要放生了。肯定的，不然你想去里面喝茶吗？10条，南瓜子、包公、海蛎，还有一条鳗鱼啊。这鱼真凶猛。好，回家了。鱼货也太多了吧？我们抬了起来。这个炮啊，我们就给它直接扔到水坑里面，因为它是上来水坑这边产卵的哈、哦，不能给它放上大海，到时它又要排一下，放到这个水坑里面。好，回家。鱼货看一下多少钱？来倒。都是好货。可以倒吧。一个篮子不够装啊，要2个篮子、啊。今天大丰收啊！698，100块，这个全部100，1620块，1620，然后发3到10条，全部150。730。
真标鳗鱼椰子螺，全部50，740。好，老板拿着来，来，钱交给你。今天他是老板，拿给他。3764。香哥，你不是说今天一货能卖5000多吗？啊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下次吧，下次找我包更，肯定让你卖5000以上。啊，好吧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这次卖700多也够了，我跟我同学喝酒去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那我也回家了哈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